可能亲情啊，或者是一些为艺术牺牲的床戏啊。为艺术牺牲不一定是床戏，对，那如果不是，有可能是床戏，就不需要那么牺牲。可能是一个动物哦，动物的 OK， 对，我不排斥啊，就是如果有什么操作机会的话，都欢迎找我跟全帅合作一起来合作一下，可能亲情啊，或者是一些为艺术牺牲的床戏啊。为艺术牺牲不一定是床戏，对，那如果不是，有可能是床戏，就不需要那么牺牲。可能是一个动物哦，动物的 OK， 对。如果要拍一个传记电影，你觉得就容易受伤的人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就要胖胖的，开快的，然后头球要有杀气，打的机眼好了。